今天我要用15块买这两个雪糕造型的棒棒糖，拿回去烤着吃啊。再买一个低脂棒棒糖，还要买瓶喝的，就买这瓶萌宝宝了。回到了营地后，我要开始高端的食材了。先把雪糕棒棒糖打开啊，这里面还有好多小糖果呢。再把低脂棒棒糖也打开，这个棒棒糖是可以吹的，像笛子一样。再给你一个巧克力，他吃了，我也要开吃了。我给老表也喝一点。哎，老表跑了。老六喝一点。老六，老六不喝。老妹喝了啊，老妹还真会喝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没了。